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笔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5年11月14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28分，下午2时38分至5时36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各委员建明等12人，列席委员陈文廷飞等28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及所属人员。主席由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将第五项矫正署及所属通过决议9中，订定通风、空气品质、湿度、用水温度、环境清洁拟具改进措施等文字，修正为就通风、空气品质、湿度、用水温度、环境清洁等事项拟具改进措施后确定。二、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列席说明立法计划，决定报告局询得完毕。三、处理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之一，简送该预算冻结案书面报告，请查照案，决定准予动之提报院会讨论事项。一、审查20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司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二、继续处理中华民国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司法院及所属预算冻结项目公二项，一为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二，请安排报告，请查到案。二、司法院函为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9之预算冻结案，请安排报告，请查到案。本次会议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由委员柯文建明等14人提出质询，委员徐玉仁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20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司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22项司法院无列数，第23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无列数，第24项法官学院无列数，第25项台湾高等法院165万2千元照列，第26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6万元照列，第27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3万元照列，第28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万9千元照列，第29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11万元照列，第30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704万元照列，第31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280万9千元照列，第32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1295万8千元照列，第33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940万5千元照列，第34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364万元照列，第35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138万8千元照列，第36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220万元照列，第37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101万元照列，第38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245万元照列，第39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201万元照列，第40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122万元照列，第41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203万元照列，第42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46万元照列，第43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1334万元照列，第44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201万元照列，第45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53万元照列，第46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76万元照列，第47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100万1千元照列，第48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73万元照列，第49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62千元照列，第50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000元照列，第51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61000元照列，第52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无列数，第3款规费收入，第16项司法院162万3千元照列，第17项最高法院1614万3千元照列，第18项最高行政法院101万元照列，第19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382万1千元照列，第20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340万元照列，第21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362万3千元照列，第22项智慧财产法院5332万元照列，第23项
台湾高等法院3亿6170万1000元照例，第二事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6544万5000元照例，第二十五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2127万1000元照例，第二十六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3585万4000元照例，第二十七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551万7000元照例，第二十八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3亿8705万6000元照例，第二十九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4亿7755万1000元照例，第三十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5亿6917万4000元照例，第三十一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4亿967万2000元照例，第三十二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1亿6363万5000元照例，第三十三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7118万3000元照例，第三十四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5亿1992万6000元照例，第三十五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5956万1000元照例，第三十六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1亿5023万3000元照例，第三十七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7297万2000元照例，第三十八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9000万3000元照例，第三十九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2亿7553万5000元照例，第四十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1亿5465万7000元照例，第四十一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3亿1861万7000元照例，第四十二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1亿1351万9000元照例，第四十三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3029万3000元照例，第四十四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4676万7000元照例，第四十五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6734万2000元照例，第四十六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8813万1000元照例，第四十七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1111万5000元照例，第四十八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2511万2000元照例，第四十九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88万1000元照例，第五十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1531万6000元照例，第五十一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99万3000元照例，第四款，财产收入，第二十三项，司法院1214万4000元照例，第二十四项，最高法院64000元照例，第二十五项，最高行政法院15000元照例，第二十六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00元照例，第二十七项，台中高等法院高等行政法院39000元照例，第二十八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63000元照例，第二十九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1000元照例，第三十项，法官学院306000元照例，第三十一项，智慧财产法院12000元照例，第三十二项，台湾高等法院126万9000元照例，第三十三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53000元照例，第三十四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29000元照例，第三十五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000元照例，第三十六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23000元照例，第三十七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756000元照例，第三十八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169000元照例，第三十九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158000元照例，第四十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276000元照例，第四十一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204000元照例，第四十二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151000元照例，第四十二项，第四十三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553000元照例，第四十四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42000元照例，第四十五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24万元照例，第四十六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69000元照例，第四十七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53000元照例，第四十八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60万元照例，第四十九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12000元照例，第五十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563000元照例，第五十一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127000元照例，第五十二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36000元照例，第五十三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34000元照例，第五十四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66000元照例，第五十五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28000元照例，第五十六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46000元照例，第五十七项，
台湾高雄地方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31000元照列，第58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10000元照列，第59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30000元照列，第60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1000元照列，第7款其他收入，第24项；司法院37万元照列，第25项；最高法院1092000元照列，第26项；最高行政法院150000元照列，第27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350000元照列，第28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017000元照列，第29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594000元照列，第30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8000元照列，第31项；智慧财产法院287000元照列，第32项；台湾高等法院1631000元照列，第33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589000元照列，第34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320000元照列，第35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62000元照列，第36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636000元照列，第37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4702900元照列，第38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12475000元照列，第39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2759900元照列，第40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1991600元照列，第41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1338800元照列，第42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2350000元照列，第43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2731100元照列，第44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1033300元照列，第45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1199500元照列，第46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1641000元照列，第47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3158000元照列，第48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7420000元照列，第49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1347000元照列，第50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2217300元照列，第51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10316000元照列，第52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12625000元照列，第53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4517000元照列，第54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4806000元照列，第55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3049000元照列，第56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48万7000元照列，第57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86万6000元照列，第58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39000元照列，第59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23万元照列。税出部分，第4款，司法院主管。本款通过决议1项。第1项，司法院原列29亿2655万1000元，简列第1目一般行政项下。办理电脑资讯作业2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亿2635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45项。请翻开到第36页。第2项，最高法院原列4亿8701万2000元，简列第2目，审判业务项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1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亿8700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3项，最高行政法院1亿7583万元照列。第4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亿9273万2000元照列。第5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亿2249万8000元照列。第6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亿5747万元照列。第7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9891万3000元照列。第8项，法官学院1亿6433万元照列。第9项，智慧财产法院29亿6226万8000元照列。第10项，台湾高等法院原列15亿9761万9000元，简列第2目，审判业务项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9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5亿9752万9000元。第11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原列6亿5274万9000元，简列第2目，审判业务项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4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亿5270万9000元。第12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原列42,491,6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3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2,488,600元。第十三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列49,107,5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4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9,103,500元。第四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原列14,879,6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1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878,600元。第十五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原列15,9849,4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6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5,9843,400元。第十六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原列7,3983,9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6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7,3977,900元。第十七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原列12,6471,7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8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2,6463,700元。第十八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原列16,8604,9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70,000元。第五目，司法机关扩迁建计划500,000元，共计简列507,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6,8097,900元。第十九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原列47,793,2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4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7,789,200元。第二十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原列3,1919,0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2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1917,000元。第二十一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原列14,936,1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6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930,100元。第二十二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原列3,995,9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2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993,900元。第三二十三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原列96,1081,4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3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1078,400元。第二十四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原列4,163,7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2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161,700元。第二十五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原列4,7806,6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4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7802,700元。第二十六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原列9,3747,7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7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9,3740,700元。第二十七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原列5,532,8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3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5,529,800元。第二十八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原列9,4437,5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8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9,4429,500元。第二十九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原列5,601,7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3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5,598,700元。第三十四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原列23,097,8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1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3,096,800元。第三十一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原列2,9427,9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向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2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425,900元。第二三十二项，
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研列2亿8640万8000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项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2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亿8638万8000元。第33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研列3亿3196万元，简列第二目审判业务项下办理刑事案件业务3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亿3193万元。第33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1亿2556万6000元照列。第35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2亿6357万9000元照列。第36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2970万元照列。第37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8766万4000元照列。第38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2438万6000元照列。三，中华民国20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司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三，中华民国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司法院及所属预算冻结项目共二案，第一案不予动之，另定期继续处理；第二案准予动之，提报院会。四，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一次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就确定哈。那现在我们介绍这个列席的官员哈，以及在场的委员。首先我们介绍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陈政务次长，检察司余丽珍副司长，调查局洗钱防治处李宏景处长，财政部官务署谢林元副署长，赋税署陈永胜副组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庄秀元副局长，证券期货局尚光启副组长，司法院刑事厅调办室法官李明义李法官，民事厅调办室法官管静怡管法官，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吕春长副局长，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徐吉志参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公使回部办事王庆康王先生，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政处研究委员何达仁先生，中央银行法务室吴坤山主任，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胡木兰科长，经济部商业司专门委员许福天许专门委员，智慧财产局法务室林清杰主任，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废弃物管理处检任计证邱继明先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陈尤佳处长，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暨法令遵循室杨慧华主任，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明女士。好，那我们介绍我们已经与会的委员哈。首先我们介绍江永昌江委员，郑运鹏郑委员，段宜匡段委员，周春敏周委员，林维洲林委员。好，那现在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继续审并案审查，依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二委员蒋万安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宗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吕玉玲等20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徐国勇等19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九委员段宜康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委员江永昌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因有关洗钱防治法草案业经本会105年9月22日、10月26日、11月3日举行过3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今天仅就新增的第10案进行提案说明，不再进行询答。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请提案人江永昌委员说明。主席、与会诸位，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为了完善制度的设计，本席提案修正洗钱防治法，增订扩大没收制度，以有效防治洗钱犯罪，彻底剥夺行为人的犯罪所得。在实务上，常发生洗钱犯罪行为人，他所保有或支配的财产，不是源自于本案的犯罪行为。但是从客观的情势以及经验法则，可以认定该财产是源自本案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只是欠缺得以直接证明该财产系源自犯罪行为的证据，无法宣告没收，而让犯罪行为人继续保有该犯罪之所得，这样是不对的。扩大没收之标的，除了与本案犯罪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者外，还扩及有事实足以认为行为人所保有之源自其他犯罪行为之财产，这样才可以贯彻禁止任何人保有犯罪所得之基本原则。参照德国、奥地利等先进国家之立法例，除可以没收洗钱本罪之犯罪所得外，也容许所查获疑似其他犯罪所得之没收，也就是扩大利得没收，以有效防治洗钱。本席认为举证责任的地方当然可以讨论，但扩大没收制度的重要性值得好好思考。如何让大型犯罪集团的不法所得，例如诈骗、贩毒、黑心食品的暴利，不再层层转移，让司法机关得以追索，让被害人不再求偿无门，落实根本的司法正义。以上，这是本席的提案说明，谢谢。好，那现在我们针对保留的条文哈，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继续进行逐条讨论。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哈。
市长，你顶摆才甲我讲，这条大法官的解释里面你说不违宪，所以从来没有诉愿成功，你全部没入，从来没有，你们不要讲这个胡乱话啦。现在全部从中华民国到台湾来，全部都是没入啦，所以我现在才要定比例嘛。你不要去，你何必让人家去救济嘞？救济没有任何救济，你们不要乱讲。没有任何，那就是没有任何救济嘛。因为你们上次跟我说，他的救济就是到最后大法官说没有违宪，所以可以全部没入，所以就是没有救济措施嘛，这有什么好讲的？你们只有程序上他可以去做什么，但是从来没有说，对啊，那就是没有救济啊。行政法照一定比例就没有违宪的问题啊，这本来就没有违宪的问题啊。对对，现在道德风险是你们，哎，总召外报告一下，根据管理外汇条例第十九条之一，行，他就不能返还了啦。我现在是把，我现在把它定行政罚则嘛。对。看看。哎，你现在就处理不是就是不诚实申报，可是不诚实申报或未申报有很多理由。我上次讲过了，我们上次打释宪案的那个案子，是他入境的时候诚实申报，他以为出境你们就知道，所以他把他带出去之后，然后还是没入，没有救济，在大法官打输了嘛，所以全部没收人家全部财产嘛。哦，所以是说不诚实申报或不申报，你们要定各种罚则。我这边的修正动议是十分之一，你们要定。你们认为说，如果在黑市洗钱是有50%的成本，你们要定50%-60%，我没有意见。但是它一定是照比例原则嘛。我这边跟总召补充报告一下，根据管理外汇条例第十九条之一，那行政院发布那个关闭外汇市场交易的时候，如果金融机构还违反，他只罚300万台币哦，他只罚300万台币哦。所以如果你汇1000亿出去，他还是罚300万。我个人期待。没有申报，不管任何原因，他可能不是全部没入，1000万、2000万的新台币很多，所以这个就不合比例原则了嘛。提纲立马公，这个是法律上面有问题嘛？从来没有用过你就定，从来没有用过你就定300万嘛？从来没有用过十九条，从来到现在没有用过，因为我们外汇市场从来没有关闭过，所以说那个条。但是法律上是这样写，没有错，对不对？那你们，所以你们根本没有罚过金融机构。那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认为把金融机构，如果他在违反政府3申5令关闭外汇市场的时候，全部没入他所有财产嘛，就理论上就是这样嘛、這個，对不对？这个恐怕不是这样子的情形啦、啊、哈。我想刚刚委员也提到了，在1999年这个释字672号，那个时候事实上是有三个案子哈，一个就是有人携带日币3380万。还有一个是港币40万，还有一个港币152万，都是远超过新台币60万哈。那他们当时三个都被没入，然后他们提起诉愿，然后行政诉讼，拢确定，然后他们就提释宪。释宪之后，大法官认为这个没有违反比例原则，所以说是认为这个是合宪的。啊，这个是已经有经过这样一个程序。合宪不代表说你改成有比例就违宪嘛，我们先这样定义啦。是没错。所以其他任何行政法都有比例嘛，就这一个是全部没入嘛，对不对？这也没错嘛。我现在要跟委员报告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定一个上限，没关系吧？我想对啊。有道德风险。他什么道德风险？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你先举例，你举例我说明。对。那我就带个10亿60万，对，我就是准备60万。好，那如果剩下我就带出去。他如果带10亿60万，他诚实申报是不是也可以带出去？哦，不行，对不对？那就不行嘛。你本来就有法律可管理嘛，你本来法律就可以管理嘛，对不对？没有，现在这个只要你有申报，他是可以带出去。是啊，我就说有申报，他就可以带出去啦、啊。啊，对啊，所以他有申报，诚实申报，所以他有诚实申报就可以带出去。我们先处理掉这一段，你要处理的是不诚实申报或未申报嘛，对不对？那他我在我的修法里面，他已经先扣下来移送调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不是犯罪所得，
他如果不是犯罪所得，他不起诉或无罪，那你凭什么把他全部没入？他凭什么？我想刚刚我没看到这个政委提到的这个案的这个立法的内容哦，他是先把他全部查扣、扣押，然后查扣之后送到检察官去。对，我觉得其实会很严格哦。未来只要有人没入比较严格，还是封移送法办比较严格？把这个程序讲完哦，所有国人或非国人，你只要到。不知道，或者是有委员所说的不知道或是疏忽的情形，他整个就会被查扣，然后移送检掉。那个他根本就连出国都动不了，那个关就进。啊，你们不是在这现在在防治洗钱不是吗？对，我的意思。啊，你这个你带那么多钱，10亿60万，你就是当然视为你们防洗钱管理的对象啊。你没入比较严重，还是我移送法办比较严重？你们现在在防，你们现在在防治洗钱呢、欸？他带了你这么多的金钱出去，你当然先视为他是洗钱嘛，但是你不能先没入嘛。我们不是视为他洗钱啊，不然是什么？如果他是真的是洗钱的话，那还有刑责的问题哦。是啊，那我这个修法哪一个不对？这个地方只是在规定说你应该诚实申报，那你不申报、啊、不诚实申报或不申报，就全部都没入，是就全部没入，没有救济措施。不是没有救济，没有没有措施啊。我能不能打行政诉？我能不能打个岔哈？我建议一下了哈，就是说。两位所讲的这个情形，我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个呢是刚才讲的，比如说10亿60万哈、哦，然后呢，他这个看起来这个金额很大，但是你如果把它扣一部分，然后我没有办法证明你是犯罪的，我就只好去放行，这是一种状况。但另外一种状况，假设他比这个规定申报的额度，好、哦，比如说高了10万块好了、哦，看起来不多，可是如果照你听我讲哈，我就是讲，这第二点讲，你听下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只多了10万块台币啊，比要申报的这个额度，按你现在就要把我全部查扣，然后送给检察官，这个就是他讲的严重。哎，所以你不要去看那个10亿零多少了，你要看那个金额很低的，超出一点点的。这个法律如果这样定，他只好送给检察官。我也没有办法全部把你没入，说啊，那你出国哎、欸、不行，那你说啊，我要给你说啊，我的给出来，你超出我不能，我甘愿被你没入嘛，我甘愿嘛，你没入嘛，那我就走了嘛，或者我只多出个2-3万呢、啊，啊被你查到了，啊那个时候这个法官怎么不这个海关怎么办？海关送检察官吗？啊、你就送检察官，你就存给结束了，我你出去好了，你过以后出去好了，不然我也麻烦，他也麻烦了，不然靠着每当有人出口。啊、okay. ，所以我的意见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说政委员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哦，可是我们要去推演各种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怎么样去定一个，也不要让你说大家会超出一点给干嘛 A， 对不？你说啊，我为了多弄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嫌麻烦了、啊。好，那你本来被你查到，因为多不多嘛，就多个几万块，你没入就算了嘛。啊，现在不是啊，还送给检察官，那我就不能出国了。我还要去出庭，我还要做什么？就大条，我阿这代志是大条。你两个就大条的钱，好、哦，你要全部给我没入，那我甘愿，我愿意跟你打官司啊。那个就没有比关键。那就所以这是两种状况，所以应该去处理的。如果政委员要提这个案子，我建议是要去处理的，就是要把要去要不要去处理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他不服的话，哦，你除了诉愿之外。你要不要再去加一个？就是你要证明我是有罪，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这个，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就是要一个前提，就是说他要，你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他甘愿被人家扣，然后可以让我可以出国？啊，现在就是本来就是那所以一开始你们说我放太宽，现在说我放太严，重点就是说法务部也不想去，对不对？那对当事人也不合理嘛。那如果你们定一个上限，说没多少钱，你先提起嘛。100万台币或怎么样的，我没有意见。就是说你全部没入就是不合理，我们先讲这个前提，对不对？这个前提是存在的嘛，它不是犯罪所得，你因为行政瑕疵、程序瑕疵你就全部没入，这是不合理的。那再来处理说刚才段委员所讲的，如果说挂的干嘛，你想要出去啦，哦，不要再出力啦，那这个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比我严嘛，全部没入之后他会更甘愿出国吗？会啊。小额对不对？小额，那你就定一个小额去，你就定一个小额，我没有意见啊。那另外，政委员有拿一个资料给我看，他说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会有，是央行的啦，规定是全额没入。央行只有你们，你们写德哦，美国是德哦。
新加坡也是可能哦。美国事实上是先全额没入了。他先选扣押哈，扣押，然后去调查。啊，我的就是这样。对对对，我的就是这样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酌情再去看。他最多罚到50万美金，多20%以内了。所以我说比例我没有意见。那像日本、韩国，他根本就是刑责伺候了。啊，刑责伺候我也没有意见。刑责伺候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全部没入，你去关一年三年，我没有意见。我讲的是说你的财务。全部被没入，这是两件事。这是两件事。那个我们蔡检察官他刚从泰国回来，我知道刚才我是百分比就是一个，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不能用泰国那一条被评定的很低，几乎没有过的一个水准。如果我们今天本来是全额没入，现在改成这样子来了，那不然你用了，不然这样好了啦，不然你现在有日本、美国、韩国、中国、新加坡、英国，你要用哪一国？你就用哪一国，都不是全部没入。你告诉我你要用哪一国嘛？这样不是比较快？你要用刑罚，我也没有；你要用抓去犯刑事一年三年，我没有意见。但是你总是在那个金额上面的处罚，他如果不是犯罪所得，他纯粹是行政上面的程序问题，你总是要给个比例啊，50%、90%我都没有意见。我们现在这才符合跟美国事实上是接近的，不是接近就是不一样嘛？卖软供接近就是不一样嘛？我现在这个法律怎么这样讲的？没关系，移送法办嘛，对不对？那对都是讲嘛，对吧？你讲美国就美国的关系呢。评鉴的时候，评鉴报告是有指出台湾是采取全额没入，但是他认为台湾只有采全额没入不够，还要再有其他的制裁措施。如果有洗钱犯罪嫌疑的话，要再办。那你就加刑责啊。对，但是想要补充一点，因为刚刚我有跟关务署的同仁问一下，说我们目前实务上在处理，到底我们的处分案，它是真的带小额的那种老幼妇孺案，还是它是带大额的？目前关务署的资料几乎都是100-200万以上。那这个人他不申报或申报不实，他要带100-200万的现金出入境，我们的边境的现金管制本来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形，实务的执行也是针对这样的情形，所以希望委员是不是能够，我想请问这样情形是什么情形？他是带100-200万现金，他犯罪了吗？有没有犯罪需要查？你用刑事我没有意见，我刚讲了他犯罪了吗？然后我问过次长，上一次我问次长，你们没有一件被没入的，你们调查过他是犯罪所得，没有一件调查过，所以他的处分却比其他更高，这是什么道理？他们从来没有移送法办过啦，反正没入大家了事嘛，反正海关最轻松，没入央行没责任，法务部不用调查，大家都没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们去国际。对于洗钱的防治上，他没不没入对他来说不是重点，他不考虑你财产权的问题，他考虑你防治犯罪的问题。所以你们没入之后，我保证你们也不会去调查，我保证不会去调查他是不是犯罪所得，你反而是直接移送去调查，这个才符合你们防治犯罪、防治洗钱的目的啊。我没有这样的原则，你去看他的申报单，他就没有这样的原则，你就全部用美国啦。我知道，全世界你去看，你看央行提出来，全世界没有超额全部没入的啦，全世界真的没有，所以我就说他用任何国家的，我没有意见。你诚实申报就可以带出去嘛，对不对？诚实申报就现在是说你不实申报或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定说你都不你让他说你让他说超额的部分你全部扣下来，你根本不能吸出，这个也不会有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申报？为什么让他超额就可以带出去嘞？或者说超额之下就怎么样嘞？你可以直接扣下来不让他带出去嘛，回台湾再处理啊，或者我不让你带入境嘛，你就扣在机场就好了、啊。
转税改嘛不完的啦，总之要转税改嘛不完的啦。好，如果你开门槛是，你在一个空六十万，啊，怎么样子啊？哦，哎，我不诚实报是他的问题啊，不能爱诚实报，一点不诚实。总之。总结你就用美国字就好，你就用美国字就好了嘛，五十万美金啊。在评比的时候，那么难，不用靠你了。不，你就用美国字会有什么问题？来，我请教一下。弄一个在评比。啊，就看你这上严格，你提一个就好啊嘛。你看，等我们现在全部没入最方便吼，他还怪你没有刑责哎。罚金远高于那个是一回事，这是两回，可见大家也不会想。你把他拜，那可能他们是洗钱的严重的国家啦。那也可能说，你说他罚你罚款，你罚款很高，我也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现在是100%全额没入，我很有意见。但台湾是全额没入，我们没有额外再罚。他其他国家是你的意思是说？他譬如说，你超出了50万，我没入50万，我们现在是这样。那其他国家是我没有跟你没入这个，我给你罚100万，是这个意思吗？那就罚没有关系啊。像日本是刑责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外，他罚100万日元。那如果你所携带的金额比那个100万日元再超过3倍的时候，他的罚金是那个金额的3倍以下。三倍以下，就是说他不能超过3倍以下啦。以下他不能超过3倍，就拎下来嘛。他是比他带的金额的3倍以下。罚金上限，罚金上限调整为违反行为之标的物价格之3倍以下，所以他不能超过3倍嘛。超过100万日元，他如果带200万日元，因为他变成是他的意思是说，对了，他的意思就是说3倍以下，但是有可能是500万，有可能是400万，但是大概不会比他超出的金额要低啦，大概是这样。是他超出的金额的3倍。我知道3倍以下，但是有实物上会不会比他超出的金额要低？查看他就罚0.5倍。他总是有上限，我知道。他总是上限就是3倍。对。所以你们就我就说你们照其他国家你去定一个，我没有意见啊。不，这个你要你管理。不，这个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你不要说你没有意见。你今天这个改的时候，万一有人他因为他带了10万，超出10万，就我本来你听我讲清楚，结果他10万被扣，以前是被我现在变成要罚20万，对啊，我怎么会服气呢？所以我的建议是讲，请你先不要动气了哈，就是我觉得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也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最好，哦，可能不晓得在今天这样子有没有办法解决了哈，要不要再去想想看？因为郑委员的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哦，那他也去参酌了各国的例子，那只是说你们看到的是这一面，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他看到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就是他列出来这些主要国家，包括你们提供的资料，哦，这个你们也承认没有全额就直接没入的，但是你们提出了另外的
这个一个面向，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全额，他没有直接没入，但他罚得更重。好、哦，那这个部分你们可不可以去整理一些更具体的这个事例哈、哦？那法条上面是不是政委员也再去想一下，说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因为你总不好说这样子就处理了，啊，你这样就处理，有可能影响到的，我们想象的，你可能想象的是那些巨额的人，可是我想象的是那些超出一点点的人，他受你这样的修法的影响，他有可能要么是要上法院，要么就是要还要被罚。啊，我甘愿我被你没入就好了啊，你把我搞到这么麻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这一条我们是不是先保留，然后我们今天会我看也不一定早上就可以结束，那政委员能不能去想一下？或者找他们在私底下再沟通看看，我们最好这一条在今天可以把它解决，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看是不是摆到以后。但是我们这条就先跳过去好不好？不然的话你在那边卡在这个地方，我们其他条文，他们的好意是说，因为你关心这一条，因为你关心这条，你不是在这个委员会，所以先处理，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们可以进行别的条文啦、啊，好不好？好。哦好，那我们现在先进入到就是原来保留的，我们先第二条哈。哎、欸，你们今天有提修正动议吗？啊，没人签的呀。啊，不行，你先过轮来签嘛。
罚款不会高于50万美金啦、啊，就这样了、啊。这种不会我自己打出来的吧？然后他扣押也不会超过10年，所以我这边定的是2年。两年如果他没有来出庭或什么，他就他说他是全额没入啊，他是他全额没入，没有是我问那个美国假话，他是回到那个回到那个一三一七那个是法律啊，这个那是犯罪的吧？这个是他后续的，那但是他前面是全额没入，对5317的这个不对，这个。对啊，因为我们就请了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来，然后才问他，那他是说赵志德他是全部要没入，但是他的刑事案件要继续跑，刑事案件的部分他的裁罚才是这样，那只是另外的刑事案件的处罚，那你就照美国就好了。你们在管理委员条例就照，你们现在不是，你们是照管理外汇条例里面来的啦。来，你这个印给我好不好？你这份印给我。你也乱讲，你央行不要乱讲啦，真的央行不要乱讲。没关系，我们来看，他是可以申请发回的啦。你们把整套弄好，整套没关系，我们整套再研究嘛，反正今天不急着处理了，对不对？那不然今天你们给一套出来，你们照抄给一套出来。这一条本来就不是你们，这个洗钱管制法的关键。那你们如果用全部没入。如果你们用直接用没入，其实它根本就不涉及洗钱犯罪，反正调查。来，你们赶快印出来啦！你们。所以他要刑事嘛？没有，他的意思说你全额没入还要。那我请教一下，你们现在全额没入之后，你们哪一件去调查过的是犯罪的？你们告诉我哪一件嘛？所以你说是管理外汇条例里面抄过来的，本来就参考美国的。你们告诉我哪一条？你们哪一件去查过嘛？你们哪一条去查过？你们根本讲不出来啊，所以你们到最后的评鉴还是不会过，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去查过任何一件违反管理外汇条例里面第24条，你们把它查是洗钱的行为，你们从来没有查过。你们希望他有告发过？他们告发过了吗？你们本来就可以认定嘛，所以没入是对你们所有机关来说最简单、最便宜行事的方法，我就是反对这个。反正没入了之后，一切的刑事调查都没有了，对不对？一罪不二法，你起码都是安内嘛。那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查过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刑事犯罪？你看，从来没有吧？你顶摆嘛是讲无嘛，啊，起码过过两礼拜嘛是无啊。你们没入了最简单啊，没收啊就没收啊啦，对不？你先印一份，我们来参考一下，看怎么样。要抄整套抄啦。现在有这个委员提出修正动议，所以我们现在先宣读修正动议。请参阅书面修今日发给的修正动议四更正为5。第12条第1至第3项同行政院草案第4至第7项修正为外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未依第1项、第2项规定申报者，海关应予全部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由海关可以查扣金额1/10至罚还后发还，申报不实者，海关应予全部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由海关科以超过申报部分金额1/10之罚还后发还，均不适用外汇管理条例第24条第23项规定，有价证券、
黄金物品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或申报不实者，海关应予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由海关科以相当于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之有价证券、黄金物品价额十分之一之罚还后发还。新台币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超过中央银行依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一项所定限额部分，海关应予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后，由海关发还。未依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报者，海关应予全部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由海关可以查扣金额十分之一之罚还后发还。申报不实者，海关应予全额查扣，经检察官调查非属犯罪所得，予以不起诉处分或经法院判决无罪，由海关可以超过申报部分金额十分之一之罚还后发还，均不适用中央银行法第十八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前三项检察官之犯罪侦查行为人经传唤而无故不到时间达二年以上，扣押之现金、有价证券、黄金物品没入，归属国库。第八项同行政院草案第六项修正动议六第二条序文第二款同行政院草案第三款修正为：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十条维持柯建铭等委员修正动议版。第十二条前次委员会决议本条保留就未申报金额之没入或其他罚则部分，请相关单位提供各国立法例。英美美英欧盟日本初步建议本条维持行政院版条文。第十七条维持柯建铭等委员修正动议版。第十八条第一二项修正为第十八条犯第十四条之罪，其所移转、变更、掩饰、隐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没收之；犯第十五条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一同；犯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之罪，有事实足任行为人所得支配之前项规定以外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系取自其他违法行为所得者，没收之；但能证明合法来源者，不在此限。第三项同行政院草案第二项第二十二条维持行政院版本行政院版条文。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后六个月施行。提案人柯建铭、蔡宜瑜、段宜康、尤美女。十七条、十八条保留在协商柯建铭。第补宣读第五案的提案人周春米、段宜康、林德福、郑运鹏。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就保留的条文，我们现在进行协商哈。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大家互相沟通一下，嘿。
那这样我们要回复。好，我们继续开会哈。刚刚这个修正动议五哈的第四十七之二哈，四十七之二页的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均不适用这个外汇管理条例改成管理外汇条例哈，那四个字把它调就是对调一下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保留条文的第二条。那第二条呢，就是今天的在修正动议，就把原来的那天保留，就是第黄国昌委员的版本的修正动议，他是写明知系他人特定犯罪所得取得持有或使用。那第四款呢，是为促进其他犯罪之实现而使用自己特定犯罪之所得。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法务部要表示一下意见？主席各位委员，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按照今天修正动不修正动议五，应该是五第六那个条文哈，那个用列三款的范围，我们也跟黄国昌委员报告过了，因为他原来所列的第四款哈，那个范围太广了一点，好比公约还广。那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三条把六个月以上都加进来了哈，那暂时是不是先只要符合公约，先不要把第四款那个呢再资助别人的，因为资助的话，如果有别的犯罪就资恐罪，或是其他的，假如说一般犯罪的话呢，他用金钱资助，那可能也有帮助犯，也在那一方面就可以处理。所以我们建议说，黄国昌委员那个第四款的部分呢，我们建议不要再列进去。好，那大家对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依照我们的修正动议六好的第二条第三款，把它改成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大家对这样有没有意见？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通过哈。那现在再看对保留条文第十条，保留条文第十条呢，那一天就是这个修正动议二的第十条哈，那这里是不是法务部要不要表示一下意见？这一部分我们建议按照我们现在修正动议六的原来十一月三号的这个修正动议的内容。那十一月三号的就是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的修正动议二哈的这个第十条的这个文字，那我们就是依照他的这个文字通过。那大家对他有没有意见？好，第十条。等一下，你按一下按那个麦克风，就是我们还是引用105年十一月三号的那个书面意见。那不过因为我们想说这个部分其实是保密义务跟这个申报义务的范围消长的一个立法裁量，所以司法院尊重大院跟各位委员的立法裁量权。主席，针对这一条哈，就是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哦，他们对疑似哦有犯这样的罪，要有申报的义务。好，那后面他还讲说其交易未完成者哈一同哈，这个像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法务部这边哦，像那个银楼业者算不算是这种
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银融我们在第三条有加进去的。是哈、哦。是非金融，嘿，会。那现在像他们银融业者就会有这个困扰啊。当他在交易哈、哦，就是说黄金他换去那边换现金，好、哦，不管金额大小，变成通通要在未完成交易之前，而且没有金额限制之下，都要先向这个主管机关申报啊。他们等于是每天都要一直去申报，不管那个金额多少，是不是这样子？我了解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在第五条哈、哦，是把金银楼业也放进来。第五条，刚才讲就不是第三条。第五条放进来以后呢，我们在第它是属于第二项，就是我们第十条哈、哦，将来要定售前的法规命令定办法的时候呢，对，我们会把申报的范围，比方说，那范围可能把它缩小范围。是、哦，那在这个我们要遵循公会的意见再来定，或是说金额要设定一个限制吧，对对对，比如说、哦、金额啦，或是 用时间空间啦，这个我们在将来在遵循公会讨论。他们质疑的是啊、嗯，第一个当然就是说金额的大小，对了，这个会的，那只是换一点点的黄金，结果都要在未完成之前都要先申报，基本上不会的，不会。好、哦，这个金额大小，还有另外就是说，是这个完成之后还是未，像这里是明定，就是说。未完成交易也要申报、哦、所以他只要是有人进来说、我要换这个黄金，他就要先申报、啊嗯、这样不是是吧？是这样，我的了解是这样吗？我们将来会在这个定第十条第一项，这是金融业，对不对？他会比较严格一点的、哦、另外呢，在第三这个在前面这个定，根据第三项定金融业跟非金融业的范围，他们的内容将来会有差异的。比方说金融业，他本来就要专业嘛，造黄金他根本没有完成交易啊，在我说纽约混囊那个哈，他就是要申，他就没有申报啊，就被美国裁罚，他是让那个是退回呢，那一笔那有几笔是退回去的哦，哎，没有交易成功，但是他对金融业是比较严格，对非金融业呢这样会比较宽松，但是这个宽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在办法里面再来分区隔，好，好，那这里面有一个征询工会意见呐，我们会征询工会意见。好，这个我在这边在提醒哈，订那个相关办法的时候要注意到他们实际运作的状况。好，谢谢。哎、我现在这个又有一个意见哈，因为我们这个修正动议是说，于订定前应征询相关工会之意见。那这个征询，因为我看起来订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因为征询之后。如果他不采纳工会的意见呢？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征询以后呢，原则上我们不采的也要对外来说明的，因为按照这个行政程序法，现在是没有明文规定，将来呢类似这一种的征询意见的呢，那干脆不要这个文字嘛，嗯、不就是这个律师是工会要的，嗯、工会要其实加进来表示说呢，我们一定有义务找工会来了。如果不写的话呢，也许我都给你给你定了，但是怕对啊，那找工会来，那如果征询，那如果不采纳，那不是留着一个尾巴，干嘛要这样？那是这样，我们要负责任啊，因为如果说工会的意见我们不行，我们都不采纳，又不说明，或说明，嗯，写说他们会完全照工会，不能完全，所以叫征询呐。过去立法例有了，别的立法例有说要等一种人民表达意见哈，我们要给他表达意见的意思，嗯、工会表达，嘿。这个部分有可能改成说，就是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法务部顿点相关机关顿点相关机关，那及这个相关工会，就是会商共同定制这样子。通常会商是机关对机关才用会商，机关跟机关之间，对对对，是啊，所以他是用征询，对民间用征询意见，对民间用征询。那一定要征询，这里定在里面一定要征询意见，一点，哎，不找来的话就程序违法。哎、请你用麦克风，嘿。征询后，如果跟工会的意见完全不一样呢？哎，尽量要寻求共识嘛。那如果说征询以后，那个工会反对，那将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定的人要负相关的责任呐、啊，定的机关的将来不能行，将来是不是政治责任呐、啊、或其他责任，那是我们要负的啦。嗯，所以我们不能每当工怀查一下有找完呢，好、哦、要问意见。那这有的意见可能有不同意见，那我们知道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呐、啊，取其重呐、啊，类似方式的来的做最后的决定。那决定以后呢，就是我们要负责，哎，机关要负责。好，那另外呢，就是
在这个第就在第二项就是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免除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之义务，那这里呢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个律师呢因为律师他这个依照律师法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是律师要接受事件之委托后非有正当理由不得终止其契约，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是不是要把它加上律师并得终止与客户之的委任关系，那这个部分保部的看法。嘿，不过可以终止契约的话那本来就是可以终止的，不这里不写，那是是那是在委任契约我们尊重契约之原则，本来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包括银行也可以解约啊，都可以，不必写都当然可以。不是，他要有正当理由，那现在这里就是说算不算是正当理由了？嘿，正当理由应该给他宽一点呢、啊，就是实务去解决了。这里第二项所讲的只是说呢，本来应该要保守秘密的，本来律师啦，还有包括银行，根据银行法也有保密的义务。但是呢，他有完整用了这个前面的申报了以后呢。依照这个第一项来申报了以后呢，那等于说我泄密给 FIU 给调查局啊，所以这个是要解除，说我一方面要一方面依据我的业管法律要保密，那这正是呢，我又交给第三者，那个洗钱防治中心我们的调查局，这样的话呢，我的义务会冲突嘛，所以在这里第二条，这第二项里面呢，把这个保对。专业法律的保密义务呢，把它解除掉，就不会说啊，我这边泄密啊，这边又必须通报的那个尴尬。至于说契约的解除，那个这个不在本管的范围内，那本来就是按照契约的去履行去处理就可以了。不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当我去通报的时候，我是不能够让当事人知道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说。我发现有嫌疑，那我要跟他确认身份的时候，他不让我确认，那我就终止。那在这里，对方可能说你这个你没有正当理由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我终止？我也不能够跟他讲说你这有洗钱的嫌疑，所以我要报出去。那这时候我跟他终止，就变成是我是违约啊。高老倒是建议呢，工会将来鉴定相关伦理规范、相关作业规范的时候呢，也许呢可以把。类似的不要说写那么白，类似这种义务冲突之下的话呢，可以做解约条件，也许可以在这方面解决，而不是在法律里面明文规定，因为这里面是适用于各行各业，包括金融业、非金融业都包含在内，比方地震师比方说会计师如果要写的话，就会写了一大堆，是不是相关工会的那个伦理规范、作业规范等等呢，去做就可以了。好，那大家对这条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照这个修正动议二的第十条的这个文字呢通过。好，那我们现在第十二条。第十二条让他们继续，还没谈好。好，第十二条我们先暂保留他们现在还在协商。那再来就第十七条。十七条这个是原来就有。这个原条文里面就有公务员泄露跟非公务员的泄露了那这个这部分的话呢，我们建议是不是按照十一月三号的委员提案这个动议来处理？这里面是不是委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第十七条。那个周委员要不要说一下第十七条？我们现行条文是有就公务员，就是就公务员还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泄露这个秘密有处罚。那现在我们有关于不是金融机那个。不是金融事业机构或人员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这个洗钱防治的一个申报义务嘛。那我觉得是要个案，可能个案来讨论说，尤其在律师跟会计师，他是就个案跟这个客户之间有一定的信赖关系。那现在律师工会就这一点，因为
为了要辩护或者是说从事的相关业务，所以都会希望说当事人能够把相关的事实能够讲得比较清楚。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泄密的处罚的话，很担心啦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是说，如果将来这个客户他因为洗钱被申报了疑似犯洗钱的罪，那将来被定罪，那这样的客户是不是会回过头来就是检举或者是去指控这个律师他有泄密罪，那会让律师跟客户之间这个两者之间很需要的一个信赖关系会面临到崩坏或者是毁坏。那这个是律师工会他们在执行他们业务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专业伦理所造成的一个疑虑啦。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说这样的一个处罚不要是一个刑事责任，而是由职业工会相关的工会去做惩处或者他们来自律自治。好，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法务部再说明哈，是不是不要马上拉高到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罚，而是交由工会来自治自律这样。这个原条文里面就有包括非公务员，就是十七条现行条文十七条的第二项，就有包括非不具公务员身份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第五条里面的这个现在的第五条里面的金融机构跟第二项的非金融机构，第三项是加进去的那个租赁业了哈，那个所以才加个第三，本来就有。那事实上呢，各个行业都有可能涉及到这一种的矛盾了。因为我们前面有附以说我们要请他帮忙的这几个行业，金融业、非金融业都要请他帮忙来做申报、保存啊、保存资料，还有确认客户，这前面的三大义务，这个违反也是行政法。那至于说呢，如果你的客户中呢有疑似啊、就疑似十四条、十五条就是洗钱罪啊哈、有这个洗钱罪的这个嫌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说。接受这个委任的业者呢，包括银行业，哦，银行事实上他也要保密啊。可是银行的理专如果开发现说这个大笔的出入有疑似洗钱的话呢，他们也面临到这一种，所以每一个行业不只是律师，每一个行业都有可能面临到这一种的，甚至说自我危机感也好啦，矛盾。但是呢，这是公约要求的。市长，我懂你的意思哈。不过我们在处理第十七条哈第二项的一个修正的时候，我请次长要去斟酌哈。我们现在第二条的一个修正已经把明知拿掉，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认为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所以我们是把故意的故意或过失都纳入哦。好，所以他如果是在过失，他没有去把这个去。收受到这个特定犯罪所得，因为过失产生的状况，那你现在又要去在第十七条又课予不具公务人员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话，你想如果这个包括金融业者，他们因为过失的一个状况也要进入这样一个刑法，我请大家去思考啊，这样是一个扩大处罚，而且很有可能会伤及到很多无辜。这个条文没有处罚过失犯，是故意犯，是七条本身。但是我们在第二条的修正已经把明知拿掉了。对啊，第二条那个是洗钱罪的要件，不以明知为限，也不那如果过失的话呢，在第二条也没有啊，第二条也没有处罚过失犯呐、啊，哦，还是要属于故意犯。就是我们只是说不要把明知弄得那么紧，用未必故意、直接故意、未必故意、间接故意都包含在内，只是这样而已，还是故意犯，而不包括过失犯。第二条没有扩大到过失犯，所以在十七条里面的话呢，也要故意的泄露。如果是过失，我们十七条也没有处罚业界啦。哎，你第十七条如何看出来只有故意啊？没有过失，就是依照刑法的。我们刑法就依照刑法去啊，过失犯的处罚也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呢、啊。好，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含过失犯。好，那我们这条先暂时保留好了。好，那我们第十八条。十八条，我们是建议在参考黄国昌委员，还有原来。这个柯委员所十一月三号所写的综合版，就是在第二项里面呢，哈、哦，还有就是原来今天那个江永昌委员所提的版本的哈、哦，那这个我们是建议在以
六，好，就是修正动议六的最左面这个栏别呢，但是是黄国昌委员有对于第二项的弹书呢，好、哦，他认为说这个是罪文的啊，本来就是能够证明就是不应该处罚，那基本上呢，我们对于弹书可以删除，我们是尊重黄国昌委员，那跟我们跟黄委员协商的时候的意见，会黄委员的意见看。好，黄。谢谢主席哦，我先跟委员会的委员说明一下，我上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给点出来了啦，然后就是说我很担心说加上弹书啊，对于客观举证责任的负担啊，反而在后来的法操作上面啊，会产生困扰。那这个扩大没收啊的制度，我想清楚的建立一个原则，就是说它的证明度的标准虽然有降，但是检察官负举证责任这件事情还是清楚的。那你万一如果有弹书的话，那到时候就扯不完了。那被告他如果证明有合法来源的话，本来就可以在主观举证责任上面去打破检察官他本来应该要承担的客观举证责任。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建议把弹书拿掉的理由是在对于客观举证责任的分配这件事情不要产生任何的混淆。那对于被告来讲，事实上他在整个举证活动上面，只要让检察官没有办法 meet 到他本来应该要负的客观举证程度的证明度标准的话，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不会落入整个扩大没收制度的范围。那因此在条文上面，就是我还是建议说，你们最后综合最左边的那一栏，那个为了要跟刑法总则那边的没收制度配合，把犯罪改成违法行为，这个我可以同意。那不过我还是建议把弹书的部分把它拿掉。委员这一部分的建议呢，华部是可以接受，把弹书可以拿掉。那我们可以改，必要的时候我们改变掉说明栏里面说字不代言，这个是叙述性的文字，不必放在本条条文里面的。因为举证责任本来就在检察官要说服法官嘛。现在这里就是说你是事实足认，所以这个举证责任是非常非常的轻。所以是要事实足以证明，还是说要确信？因为你现在等于是说我在犯14条、15条的罪，然后你现在发现有其他的，那这个是其他的违法行为，你只要说我事实足认，这样就够了吗？这个部分大师表示一下意见。嘿，司法院。啊，大家早。那司法院针对这个今天那个临时动议六。第18条第二项的意见如下哈，那依照立法说明草案第18条第二项乃是仿制有参考德国刑法第73条第1条扩大利得没收的规定，但是德国刑法73条第一项虽然规定利得源自其他违法行为之证明程度为有事实足认，然因该规定产生违反罪责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及财产权保障规定之疑虑，经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合宪性解释方法限说该规定之适用，是以司审法官在穷尽证据提出与证据评价程序，并考量被告个人情况及其经济与生活状况之后，得到完全之确信新证，认为利得系源自违法行为为前提，而确认它的合宪性。那这样的见解也获得该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所支持，因此本于我国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诉讼权之相同意旨，草案第18条第二项关于证明程度之要件，是否参采德国实务见解之意旨而提高到确信程度，尚请斟酌。为不论最后审议结果如何，本院尊重法务部之政策决定及大院之立法裁量。好，那各好，法务部嘿。就扩大没收这条的规定，那我想在立法说明已经有提到，说是德国的洗钱罪的扩大没收，是他的举证门槛就有事实足以证明为这个来源不明的这个所得的话就没收。那奥地利也是一样，它是在这个刑法的165条跟它的刑法总则的20条 B 第二项里面，其实是搭配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对扩大没收的那个必要性在法律明文规定。那我们国家其实之前我想委员有些就是我一点时间说明一下，
当时在过去对没收的部分并没有在总则里面，我想林委周林委很清楚。那因为现在实务上面碰到有些困境啊，就是我们上次在11月3号委员会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查获车手的时候，在他身上跟车上虽然有查到一些现金，可是我们如果到他家里面去看的时候，也发现他有跑车、黄金或者是铂金包这部分。那因为跟这个本案的这个洗钱关联性比较没那么直接，可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这个生活这些的犯罪所得的话，那可见是来自于其他的话，那这部分的话在现行法是没有办法的没收。那我们再看过去有一个叫一个是洗钱教父的，在那个嘉义有个卢伯贤的案件里面，其实也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好，那这个是外国立法例跟我们现在实务状况。那刚刚司法院也提到说，那个德国的这个联邦宪法法院到底是用确信这两个字吗？哈，那这边因为德国法我不清楚，那等一下我们部的林司长他对德国法非常，他是留德的，所以他等一下来做补充报告。那我据我所知，那司法院也是参考三篇留德的学者的文章，但是我们如果要看这篇文章的原意哈，必须来看他这一篇的宪法释宪诉愿这个文章它的背景的事实是什么。他就是一个被告，他是一个贩毒，那贩毒之后的那个三公斤的海洛因那部分犯罪所得，那个还有海洛因没收没有问题，可是在他的银行账户里面查到是五万多的马克。那这有多少？这其实在民国80年左右的案例啦，所以在那时候的币值我想跟现在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他当时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800马克，他是很持续性的领到的是800马克的这个生活津贴，或是他的薪水大概都不差这个。那扣掉他养的一部车，简单的车，还有他的生活费，再加上他600块的房租，那么对帮地方法院的对没收这5万块，那这个当然这个被告就不服提起这件的宪法诉愿。那帮的认为说，我穷尽调查，认为说一，你的犯罪所你的收入只仅于在800块美金，那你扣掉生活费，那你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我很合理的相信这5万块是你来自于其他犯罪的所得，因此他宣告没收。那这个立场呢，帮那个联邦宪法法院他就有去征询哪些，就是邦德司法部、联邦司法部，还有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还有就是联邦检察总署，对于立法者要降低原来的那个没收的举证门槛，他是有共识的。那甚至他在最后的结论是写说，哈，联邦的最高法院他是认为说，他是允许事实审法官透过间接论证的方法，在有情况合理的情况下就可以没收。好，他并不是用确信这两个字啊，他确信应该是说我法官穷尽了这些调查，就这些调查他可以说服我，就 convincing 说服我，我确信的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违法所得，而不是他的举证责任的门槛是要到达确信，就是无可怀疑这种的门槛啊。我想联邦法那个宪法法院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不能就是说我们在看到确信这两个字等于他的那个举证的这个门槛，我想无论是在没收或者是在就本案这部分的那个的德国刑诉讼法里面，它的说明是很不同的用语哈。那这部分我们如果我们问主席，就这部分的德国法的一个规定，能不能请我们部的另外林司长来做说明？在说明之前，经理也说明清楚，就是说德国法的规定到底是规定说，我在查其他的犯罪的时候，结果发现了有洗钱或是有这所谓的毒品啊，或是那种组织犯罪啊等等，这些有在洗钱的这样的一些的不法所得在那里，所以我可以去把它一并的去把它这个没收，还是说我是在查洗钱的时候去发现其他的犯罪跟洗钱无关的这些的，我一并去没收，到底是哪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是用所谓的事实足认，还是事实足以证明，还是所谓的确信？我想这是不同的层次，这种在举证上有不同的层次。那到底德国它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你能够一并说明清楚？嘿，
谢谢主席容许我对德国法再进一步做说明。那就第一个问题，其实扩大洗钱的这个立法目的，就是说我们在查本案的犯罪之外呢，如果有查扣到其他更多的疑似来源不明的犯的这个所得立这个不法利这个所得，我们说先中性定他所得的状况之下呢，只要检察官有客观事实足认他是来源不法，来自不法所得。那这个至于是什么不法所得，不需要到具体证明哦，这是联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个用语哦，就可以加以没入。这是扩大没收，他为什么要去扩大没收？要全部剥夺、彻底剥夺这个犯罪不法利得以预防性的，这也是联邦宪法法院他说这个不是刑罚，跟罪责无关，跟无罪推定无关，他就是要去剥夺这个犯罪所得，才能遏止犯罪。扩大没收，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啊，这是第一点。他本来就是要去洗钱犯罪之外的其他不法来源的犯有可疑不法来源的就可以没收，这是扩大没收的立法目的，这是一个立法目的。我再强调一下，像毒贩，我们抓毒贩，也许这次只扣到他这次的这个犯罪交易，也许就只有扣到10000块钱。但是呢，这个毒贩家里有这么多的跑车啦、游艇啦，那他毒贩没有其他正当职业，我们竟然可以让他保有这些犯罪所得？那你进去让他去关2年、关5年，他是划得来啊，他出来可以继续犯罪，他经过成本计算。他可以划得来，他继续犯罪，这是所有国际趋势，认为经济的犯罪就要经济手段解决，所以都有扩大没收。现在各国国际趋势都是有扩大没收这个立法了。那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德国目前大家在讨论的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扩大没收，在构成要件设定最严格的一个立法例哦。第一个，他必须要有前置犯罪，如果像美国，他就是民事没收，不需要有前置犯罪，他只要是可疑。来源这个是犯罪所得，他就可以没收，不需要说哦，我先查到像我们现在立在洗钱防治法，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洗钱犯罪的前置犯罪，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些不这个来源不明可疑是这个不犯罪所得的，我们一并可以扩大没收，要有一个前置犯罪，这是德国的立法例。第二个，他在这个证明的门槛他拉到有事实足认哦，像在德国的在美国的门槛，他只要说有优势证据哦。51%的门槛他就可以过了，但是在德国的话是有事实足认，他又高一点，门槛又高一点了哦。那刚才司法院的这个代表有提到说，德国好像达到确信，其实确信的用语，如果我们仔细，因为确信是中文用语，在我们在所有法律圈圈，尤其刑事法界，知道用到确信这个两个字就会联想到有罪，对不对？有罪的证明门槛，那有罪的证明门槛呢？按照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它规定在261条，它的所谓的确信，跟我们在其他刚才包括司法院都提到的联邦最高法院他说的那个所谓的确信，我们也翻确信，但它的用语是不一样的。德国的这个所谓有罪的确信，它是 abschöpfen 的 überzeugung。在法条里头，这本因为法务部已经翻出来261条，它有德文跟中文对照，如果大家手边有的话，可以翻到261条去查那个确信的用语哦，就跟这个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的那个确信 ，when I get shrinked über zeugung， 它的用语就不一样。然后我要特别再提出来的是，那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某一个见解有提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按照司法院所提出来的，像潘怡红国内学者，像连梦琪、潘怡红，还有这个吴耀宗老师，他们的文章里头所讲的这个，都是在讲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而且都说有好几种不同的见解，有一些还采一个所谓有高度可能性啊，有采合理情况可以证明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因为引起核宪争议，打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呢，认为说，这个部分，为了要达到就是刚才我说的预防措施的扩大没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他认为只要可以，如果有穷尽调查现有的证据方法，穷尽调查之后呢，有得到足认的信赖就可以了哦。他的用语就只有 überzeugung，
也就是宪法法院也不用什么 Uneingeschränkt 啊，什么什么怎么样的，他就是可以说服法官，可以得到说服的相信就可以了。他只有用 Überzeugung 这个字。那我有把联邦宪法法院的，是他们的违宪审查机构的这个判决都拿出来，他的德文用语就是这样，就是足认，有事实足认啊。这是它的合宪性解释，所以它的门槛确实没有拉到什么。我们现在用到所谓的确信，而且我觉得确信用语在台湾会引起争议，因为确信就会让我们联想到有罪。那如果是有罪认定，就不叫扩大没收，就是本案没收啦，那就没有区分啦，我都要证明到有罪门槛，就在本案没收就好，为什么还要扩大没收？这跟扩大没收的本质就不符合了。那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德国的门槛已经是就各国来讲，它是比较高的门槛了，它的在证明的程度，它已经是有事实足认，是已经比较高的门槛了，简单做报告，谢谢。各黄委员，因为我自己就这个部分也有提修正动议啊，所以我想说说明一下，然后提那样子的文字，它的意涵跟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那最起码在立法记录上可以留下来，因为我在猜，大家在委员会里面就这个条文要达成共识，以过去行总在扩大没收制度讨论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那第一个事情呢，是说，当我们使用大陆法系的确信，或者是英美法系的没有合理的怀疑，当作证明度标准的时候，它基本上适用的脉络，都只有在刑事犯罪行为的认定啊跟追诉。那基本上他在处理的是错误判决，不同类型错误判决的风险。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定了一个价值，那个价值是误把 无罪的人判有罪，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远远大于误把有罪的人放出去，所以才会把证明度的标准拉得这么高。那在刑事犯罪以外的脉络当中，没有用确信或是没有用合理的怀疑去定这样的标准。那我们今天这个扩大没收啊的制度，事实上并不涉及到说对于其他犯罪行为之认定以及进一步的刑事诉追，也就是那个刑罚制裁性的效果，事实上在这个脉络里面呢、是没有的。它只是基于说就不法的所得必须要彻底剥夺这样子的概念，才会去定这个扩大没收啊的制度。那因此就有事实足认的这个证明度啊的标准，我自己的看法是，从证据法的观点来讲，只有一个合理的可能性。那个合理的可能性啊，大概就是在介于所谓刑事的证明度标准啊，跟刚主席有提到的说啊，就是那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这个中文怎么翻？就是超过优势的证据中间的那一个证明度啊的标准。那中间的那个证明度啊的标准，在英美法上，他们使用的就是用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也就是比他们的民事的证明度更高，但是没有爬到刑事那样子啊的证明度啊的标准。那我个人在这个立法过程当中，我的法价值啊是，在举证责任依然由检察官维持，那而且那个证明度的标准是在我刚刚所讲的那个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的证明度的标准之下，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适切 的立法。跟委员补充说明一下，那个除了刚才我们林司长所提的德国，还有刚才黄委员所补充的这个资料以外呢，那在我国的立法例上面有事实足认，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标准的。我们在司法院所颁的《法院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应行注意事项》，这是完颁的第29点，他在解释刑诉法的76条，也就是说呢，有事刑诉76条有逃亡，或有事实足认逃亡之疑，有事实足认这个是勾串就串证。像这两款的这个解释呢，它的那个条文都写有事实足认。那刚才我讲的那个办理刑事诉讼应行注意事项呢，那司法院的解释就是说，有事实足认的标准应依具体事实客观认定之，并在卷内记载。所以有具体事实加上客观，不是说检察官自己主观上来讲就可以来处理，还有事实加上客观的证据。这点呢，我们补充说明。先司法院，然后再蔡委。
我刚刚已经表明司法院的态度，我们原则上是尊重法务部的政策决定跟大院的那个立法裁量。那以下我以下的发言最主要是针对可能有误解的部分来做表达我的个人的一个看不是代表那个司法院的一个看法。刚刚法务部代表提到说，如果确信的话，那相当等于是证明犯罪的程度，那就用本罪来没收这就好了，不需要扩大没收。我想这恐怕是一个误解。德国的关于扩大没收的一个操作，他的意思是说，他所谓到确信的程度是说，就这个所谓你另外扣到这些财产，它是源自于其他违法行为这个事情，你必须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而不是说就这个到底它构成哪一个具体的一个违法行为，这个你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这两个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刚刚那个法务部的代表这样讲，恐怕会有一个误导之嫌。那另外对，就那个刚刚有提到，在大概在做一些说文解字，然后说什么德国的确信在用在有罪判决这边，跟用在怎么扩大没收这边啊，那什么用语是不同啊，姑不论这是不是不同，那恐怕法务部可能要先解释一下，那究竟在德国法上的扩大没收所使用的所谓有事实主任，跟他们有罪判决所谓的一个确信，他们的一个所谓的新政程度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恐怕要先做一个说明，然后再来回到我们国内的这一个草案的规定。因为草案规定是有事实主任，刚刚次长有提到那个办理言行注意事项，这部分可能比较抽象一点，那基本上在实务上最高法院的判决针对这个部分，他有提出一个所谓量化的标准。而量化标准是什么？所谓有事实主任，它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刑法101条羁押要件的一个一样的用语。那在量化下，它所谓有事实主任是指大概70%到80%左右一个新政程度。那不管说德国的那个规定，它用语到底是怎么样，那至少在联邦宪法法院针对扩大没收这个新政程度，它是远比那个条文所显现的那个新政程度要来得强。那也因此，当我们在仿照德国的那个扩大没收的一个制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恐怕法务部恐怕要先说明一下，那我们这样的有事实主任究竟是该当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以至于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国内法治所接受，这个是我一个补充说明。那蔡宜委员，然后等一下再法务部。我们在处理这个第18条，那原本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处理洗钱防治，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洗钱防治可以符合整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跟规定，但是呢我们却在陷入了这个扩大没收的一个讨论。那就我了解德国刑法73D的一个规定，他们扩大没收主要还是针对组织毒品，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犯罪是有集团性或是它有一个长夜性，但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是很宽松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扩大没收的时候，那我觉得大家要认真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刑法的部分扩大没收对第三人没收这个是合理的，但是来想象一个收受赃物，它涉及到洗钱，它收受赃物，那他收受赃物后，你再基于这个18条第2项有事实主任行为人所得前项之规定之外之财物，系取自其他违法行为所得。我因为收受一台赃车，那我家里还颇有财产的，我无法证明我的财产来源，所以检察官就可以把我的这些财产全部没入。全部没收，没收说错了，全部没收。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我们会赋予检察官多大的一个权利。我觉得我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么严肃的一个法律的时候，我讲话我是要负责，因为我看到很多检察官对这个法案不断的在发表意见，甚至限缩我们每个立法委员的发言权。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到底国家的公权力可以多大？在我刚刚讲收受赃车一个状况，如果我的
户头还有另外的财产，我就可以没收。我要去证明我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大家去思考，我们国家的公权力真的要这样扩张吗？谢谢。好，法务部。那法务部，你刚刚还是没有讲清楚哈，因为德国的是规定在刑法里面，所以它在刑法里面扩大没收，所以它在刑法里面的扩大没收，它是针对这些的，好像说组织犯罪啊，或是洗钱啊等等这些去扩大没收吧，是不是这样？那跟我们现在刑法里面的扩大没收是限于第三人，那现在是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去扩大没收，所以这两个是对他其他所有的，只要是认为说族任啊，事实族任有其他的违法行为，那现在所谓的族任是依照检察官，我在现场我认为是，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抄家条款？我今天我只要是认为就是说，哎，你这有洗钱，所以我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部都一起的就没收了，这个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嘿。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没收不是检察官的权限呐、啊。检察官没收的话，他就是最多到扣押，我们还去举证，最后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没收是法院的权限。所以刚才施官有提到了说，法院到底要80%、90%，那个是实务上来解决了。所以这个权限没收权不是检察官自己可以完全独立的或霸道的去行使。那这一点我先说明一下。那个我们理事长。我先回答一下那个司法院的还是委员，委员都蔡委员的意见。先回答司法院的意见，就是说，德国的那个确信呐、啊，对，没错，我也赞成那个所谓的在联邦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所讲的那个信什么可以证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那个信赖、啊，那个都是针对不合。没有合法来源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要去证明本罪的犯罪。那么我再强调，就是说他们用语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喜欢用确信？因为在国内确信的用法，它会跟有罪的那个认定的门槛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反对用确信。那么以宪法法院的这个见解来看呢，刚才那个司法院希望我们提出来，那到底德国的宪法法院到底怎么说呢？以连孟琪老师他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说法，他说这个并没有要求需要确认有一个具体的来源的犯罪存在，而是允许事实审法官透过间接论证，是透过间接论证的方法，有情况合理认定就可以了那么宪法法院针对那个联邦最高法院，他有不同的这个认定的基准。他说，立法者在这边用有事实足认，那么是给这个实务的运作者呢，在个案里头去衡量他的这个。他说，这是一个判断的裁量空间。你事实审法院可以去觉得，在这个案我要用到什么样的标准那联邦宪法法院说 OK 的，但是呢，只要到有合立法者允许有情况可以合理认定就可以了。这是联邦宪法法院的看法，他最后中整各最高法院的见解之后，他说这是立法者开放的空间那法官你可以去在个案里头看你的标准要到哪里，但是标准立法者的标准就是有情况可以合理认定就可以了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看法那刚才蔡委员有提到，或者主席您提到的，就是说，德国好像它是规定在刑法总则刑法这边只有针对什么集团、长业，但是如果大家看吴耀宗老师他列举的那些德国可以用到扩大没收的这个所谓前置犯罪里头呢，还包括这个人口贩运啊，包括诈欺罪，单纯的诈欺罪。那我这边还要再特别说明，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误解德国的所谓组织犯罪，大家翻组织犯罪，但是很多时候它那个名词叫做 Bande 就是所谓我们的集团性犯罪或者合伙这个结伙犯罪的情况，它就是可以符合洗钱，就可以符合扩大没收的情况。它的那个组织犯罪跟我们的定义是不一样，它比我们宽很多它只要是集团性的犯罪，三个人以上就算了，就可以
用扩大没收，包括诈欺罪哦，单纯的诈欺罪它都可以适用扩大没收。所谓可以适用扩大没收，就是说我在查到有人涉及诈欺罪的时候呢，我又查到有不明财产，那这个不明财产我就可以用扩大没收。哦，我不用去证明他另外有犯什么罪，好，我就可以扩大没收。我回应一下吴耀忠和老师的文章在这边，那我直接念出来好不好？好，哦，德国刑法分则有特别指明适用73D条者，如150条第一项，针对集团或长业之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件罪、预备伪造货币等犯罪。第181条 C 条，好，第181C条，针对加重之贩卖人口罪、媒介卖淫等犯罪。第184条第七项，针对散布猥亵文书罪。第244条 A 第三项，针对加重之集团窃盗，好，哦，集团窃盗。第256条第二项，针对集团或长业之恐吓取财或强盗式之恐吓取财罪。第260条第三项，针对集团赃物罪、长业之赃物罪。第260条 A 第三项，针对长业之集团赃物罪。第261条第七项，针对集团洗钱、长业洗团洗钱。第263条第七项，针对诈欺，所以诈欺不用长业跟集团。第286条第一项，针对集团或长业之未经允许之举办赌博罪。第302条，针对集团或长业之商业贿赂罪。第338条，针对贿赂罪。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他这样列举的只有诈欺跟贿赂罪是不用集团或长业的，其他他们还是有针对长业或集团的一个限缩。所以在德国的部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把它扩张了这么大。 好，谢谢周委员。我请教法务部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修正动议18条第二项哈，到底是不是 FATF 他们要求我们要列入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范围哈？因为我记得在行政院的版本，一开始是没有这样一个条文嘛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刚刚林司长的解释，如果我没有误认的话，好像德国的法律是规定在德国的刑法总则嘛哈。那我们有关于台湾我们的没收的制度，是去年上一届我们有通过了这个没收的相关的比较扩大没收的方向，那是在今年7月1号施行，那是适用裁判使的法律。那现在这个法律7月1号才刚刚施行，那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声音出来了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没收的这样的一个扩大没收的制度，事实上现在已经造成被告他在程序上的防御的时候，可能检察官哦，这是我们从律师那边听到的讯息，检察官在说你要不要认罪，你不认罪，我其他的部分我就可以来给你做用扩大没收的部分来先扣押哦，这个会造成被告在程序上面的一个防御很重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质疑了哈，我们还是要一再的澄清，一再的表明说我们支持法务部赶快通过这个洗钱防治法，赶快通过这个 赶快进入这个 APG。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条文有疑虑。那这个条文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扩大没收的制度，不是在原来 FATF 要求的这个22项的一个审查要求的范围，我们是不是要在一个特别法的一个审查过程中？当中，然后把一个有关于刑法总则的一个没收的范围或相关的一些要件拿来这边讨论。而且老实讲，我们虽然我个人虽然是律师出身，但是我们很多的学说或者相关的制度还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呢，因为这个18条这个第二项一个扩大没收的一个讨论，那也造成了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一个审查有一个就是说比大家审查的比较久比较严，那是不是这个制度这样的一个扩大没收这个部分要拿来今天这个特别的犯罪的这边来审查来讨论，我个人对这个部分是持保留意见的。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说，如果刚刚这个蔡委员讲的
德国的规定是限于在组织的犯罪或者是集团的犯罪，那所以呢，他会要求说有事实足认。那今天我们的洗钱防治法的这个相关的特定犯罪的范围已经又放宽到最轻本刑六个月以上，事实上也跟一般就相关的特定犯罪是包山包海。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扩大没收，我们能够达到的公共利益可能不一定会可以达得到，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去侵害到一般被告他合法的财产，小罪你都要动到。我们现在其他的特定这个我们的其他违法行为，现在的文字是其他违法行为是包山包海，不限于组织犯罪典型会出现的犯罪形态，小到一般的窃盗诈欺都包括在内。所以说我们要防范这些犯罪滋生的公共利益不高，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去创造了一个会干预到犯罪行为人的合法财产，而且呢，我们创造了不告不理原则的例外。我要质疑的一点就是说，法务部一再提出来说有查到超跑，但是我们不能没收。那我们有一个疑问，你查到超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去查到他超跑后面的所谓的一个犯罪的嫌疑？你为什么不能去查这一点？你们今天讲说有100万的犯罪贩毒所得，那还有900万的其他的犯罪所得，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检察官他不能够去证明这900万是其他的犯罪，不能在本案里面去充分的调查？我想我们这个是对于这个法条的疑虑了哈。像这样一个比较上个会期我们在讨论刑事诉讼法末章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花很多的精神，但是现在把这个条要交给我们委员会在这边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面去做一个决定，而且这个条文本来就不在非特府的要求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场合来做今天这样的决定？我个人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方向是持保留的态度。好，那好，这个另外周委员看起来法务部岌岌可危了哈。那个，不过我倒是我表达我的意见了，我是支持法务部的。那这样的条文哈，事实足认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是限缩在扩大没收，是限缩在这个洗钱防治那边有罪了，已经确信了，然后再衍生出来的，当你在查办这个过程当中衍生出来，所以他已经限制在说，他已经是在被认定为洗钱防治，你们去侦查过程的当中所发现额外发现的，然后才能适用这个扩大没收。如果正常的，我们上一次上个会期审查的那个刑事诉讼法里面的没收就没有这一部分。那个切到那一些都不在这个扩大没收里面，这个只限制在这个洗钱防治法里面相关的。那洗钱防治法有它的这个规定，已经有一个界限在那边了，所以不至于会扩大扩权。好，那当然这个认定的这个确信还是足以认定，这个大家还可以讨论呢。但是我是觉得说，要有让他有这样子扩大没收的这样的可能性，实际运作的时候啊，才会真正达到我们立法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哈。像比如说像那个诈骗集团哈，集团诈骗车手，是把钱都。他当我们查办他的时候，其实他都把他分散，每个车手所领的钱其实都不多，因为他们很狡诈，他们在全省各个超商，然后同时发动几十个人、上百人去提款机去领钱。当你只有查扣他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只有一点点。那他，但是他却背后可能他，就像你讲，可能他有很大的财富。在他的户头、哦、他因为一直领一直领，然后到最后他累积在他其他户头，反而你不能去针对那一部分，不能先预先的把他先查扣，然后去侦办他、哦、那所以这个我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全部把它去掉，到时候我们在利用查办这个洗钱防治他衍生的这种狡诈的这种诈骗集团的时候，会失去这个功能性啊，就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负面作用？如果都把它去掉，还是我们就要来认真的讨论它的事实足认以及确信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针对这个来讨论。好，这个是我提供的意见呢、啊，给大家参考啊、哦。我们就是把它处理到这个结束哈，时间我们到处理结束为止。哎，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查扣跟没收不一样？那现在在讲的是没收。那正纯儒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哎，既然有发现他其他的不法的行为，那为什么不先查扣了，然后去这边就是其他的？一样是可以再去侦办嘛，那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先要就直接没收，而这个没收只要我事实足认他有不法，就是所谓的违法所得，违法行为的所得，这个部分是不是讲清楚？嘿，好，那个感谢委员这么多问题哈、哦、确实那个扩大没收并不是非 TEF 事项要求说一定各国都要，不过这是刚刚林司长提到，这是世界潮流，不管是欧洲或者是美国，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是讲说，那没有要求我们要定吗？我只能讲说，我们这次洗钱防治法里面只是符合非 TEF 四十项要求的第一标，我们可以定一个60分的标准，但是我们如果要打击脏钱洗钱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定到80分的一个法律，让我们国家政府能够展示说我们这次打击洗钱的行为的话的信心跟毅力，要彰显在法律上的话，才能够让执法单位能够去执行。那么为什么检察官没有办法去查到说，既然都已经查到脏钱了，为什么查不到犯罪呢？确实就是查不到吧。不然的话，像德国联邦法院里面也提到，我这个800块的一个身份的人，我为什么账户里面有50000多块马克，几乎超过他80倍以上的这个犯罪的那个薪资所得的话，这个是有相当合理怀疑。可是我查不到，这不是只有台湾检察官查不到，德国也查不到，其他国家也查不到，所以才会有扩大没收或民事的没收存在。那所以金流所在，我们必须去防堵它。那这部分的话，就叫各位委员，我相信我也知道说，我今天谈扩大没收一定有一些很不同的声音出来，那我也乐见这样一个讨论能够在整个立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那么最后的，当然法务部我也感谢林维洲林委员支持法务部。那这部分也是我要表达法务部的心声，这是在打击犯罪上面确实有它的必要性。那么也希望就是大院能够支持这方面的一个立法方向。以上。好，段委员。我没有支持谁了哈，我讲我的看法哈。我其实不像这个我们几位这个实务界出身的同仁啊，对。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说第一个哦，我觉得，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法条有些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严厉，但是现在的这个犯罪技术跟过去是决然不同，那这整个严厉的方向也不是只有我们是这样，我们看了其他我们所引用的其他许多的国家，看起来他们长期本来都是我们是这个要保护人权的典范的对象，看起来就这个部分的规定也非常的严厉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因为犯罪技术进步了，那么无论是脱罪的技巧或者是藏匿这个犯罪所得的技巧都跟过去不同，所以为了要防堵，可能各国都必须要采取这些严厉的规定来做处理。所以我们恐怕在处理这些条文的时候，我们恐怕要去看的是有可能看起来非常严厉的条文是不是不得不然。第二点，当然没收是有可能由检察官发动，但是他最后的这个裁定还是法院的判决，所以没收大概应该，我的理解应该不是检察官就可以去没收了，那最后还是要去说服法院啊，就法官要做决定啊，就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有事实足认这个事实能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他相信达到那个比例了，他所以他同意你去没收。那第三点呢，当然这个对很多这个被没收的对象，他如果假设这个没收的这个财物，无论是他的跑车也好，是他的存款也好，或者他身上的钱，他如果可以说明出他的合理的来源的话，那么经过查证，他的确有可能事实上是这样。比如说我家本来就很有钱，那么这个钱就是我父母给我的，或者我这辆跑车是我的女朋友送给我的，我男朋友送给我的，那只要他可以，他的这个男女朋友可以举得出来，他的这个跑车是用他合法的钱去买的，那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没有让他有证明或者说明的机会，并不是说我今天查到了这个人，然后他所有的财物我全部要给他没收，当然不会是这样。所以当然这个在法条上可以讨论，包括刚才几位委员所提出来的，那么可以斟酌，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方向似乎不得不然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修法的这个推动哦。所以我觉得当然大家可以再做斟酌，不过我觉得当然各位也知道我对检察官绝对不会有好印象啊，但是如果把责任或者是权力就变成都是检察官的权力，我听起来好像也似乎不是那么公平，这是我的意见。在参与委员，然后在法务部哈，没有错哈，没收就是检察官先查扣，由法院来认定。但是我们今天要定的这一个法律，就是我们要定出一个标准，至少这个标准是让法院可以适用，然后人民可以确信法的哈法如何适用，就是说我到达怎样的话，这个财产哈，我的财产是会被没收的。那问题就来了哦，如果我们在这一条的一个规定中有事实足认因其他违法行为而取得的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没收之，但能证明财产合法来源者不在此限，所以我必须去证明我的合法财源。那我想请问，刑事诉讼法所赋予人民的在法庭上的缄默权还在吗？如果我要行使缄默权，我就无法证明我的合法来源，我的财产就要被没收。对，我觉得在思考整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的时候，还去思考无罪推定、不自证止罪、由法官来证明犯罪这一件，由检察官来证明犯罪这一件事情。那法务部嘿。这边也简单做一个说明哈。首先，那个关于那个查扣或者是没收，现在按照我们的规定，全部都要经过法院的裁定才可以做，不是检察官说，检察官只有申请权，不管是查扣、保全查扣或者没收，都要法院介入才可以做，都法官保留。那这是没有问题。那至于刚刚提到说，不，这个扩大没收，所以我们一直刚刚在讨论，我们还是回过来，检察官还是要证明啊，他只是不是要证明到有罪的程度，他只要证明到这个我们现在定的标准就跟德国一样，是有事实足认，还是要检察官来证明有他是属于不合法，有不合法来源哦，没有正当来源的，这个是违法行为来源，这个还是要经过检察官的证明才可以没收了哈，并不是说当事人自己要来证明是合法来源。那我们在但书原来在但书定的这个情况之下，是让被告也可以自己说明，有就是多一个让被告可以或者说让被没收人被这个可能财产要被没收的这个有一个机会可以不用被没收，多一个条款，但书条款。那其实这个但书条款，如果我们按照德国的操作方式如果德或者欧陆法系的这个操作方式，检察官或者法官也可以去查这个部分。但书就是说，我查到他有合法来源了，不管是被告自己有没有说，被告要行使缄默权没关系，法官、检察官可以帮法，检察官也有客观义务帮他查，查出来的都 OK。如果合法来源也不能没收这个就是有这个标准。然后我再强调一下，各国现在对于扩大没收，就像刚才段委员跟林委员所提到的，各国都有，它是一个为了要防堵重大犯这个经济型的这种犯罪
他不是现在这种被告不是把他关到监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如果说犯罪可以得到利润的话，他计算过成本，关个两年三年，但是他的利益是几亿或者说几千万的，他这合算起来是合算的啊，他被关几年，他出来还是这么拥有这么多财富，这样没有办法有效遏止犯罪，所以全球都有这种扩大没收的制度，去用这种经济手段去解决犯罪问题。现在我们也提，为什么大家一直提再犯率这么高啊？就是说怎么抓，刑度越提越高，但是都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解决背后那个问题。犯罪是创造现在财富最大的来源呐、啊，犯罪者的这个成。他所赚到的钱可能比一个大企业赚的还多。如果你不能有效的从金源去断绝犯罪者的这个犯罪动机的话，那我们再怎么查，再怎么把他们抓到监牢去关都没有用的。所以这是包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都是这样说，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它不是一个刑罚了，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来遏阻犯罪。我简单说明，谢谢。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新制的没收呢，已经跳脱传统刑法总则那个从刑，它不是罪以刑的问题，是为了要剥夺当事人的不法利得，以剥夺不法利得来做前提之下，所以跟传统的罪以刑的证明啊、无罪推定啊、缄默权的罪以刑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有已经有脱钩了哈，在各国立法上，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洗钱，就过去我们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在刑法总则全面性的扩大没收呢，外界还有委员们都有一些疑虑，所以暂时就没有推动啊、哦。那在这个洗钱防治法里面呢，因为第一条就讲要为了要防治金流嘛，这个金流的异常流动、不法流动，所以呢，在这个18条第二项里面所增加的，就是说由小而大。我们先从换14条、15条这里面的洗钱罪这两个极限的罪，再查到的才可以做扩大没收，而还没有贸然的就到刑法总则去。那也许我们这个立法的完成了以后，那将来施行上无碍，我们将来再由大扩大到这个刑法总则去做全面性的这个，以后再做立法上的参考。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是暂时的只建议两条罪而认定之中，其实如果是我去查的是这个窃盗赃物，那就不能适用这一条。好，这里我们再补充说明。好，那司法院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各位委员，当然这个部分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这个扩大没收，就我们洗钱防治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之间的这个金融商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金融的一个犯罪。那所以呢，他对于就是说这些的，他透过各种的一个方式，把这些的黑钱，然后把它漂白，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就是说，好，今天在打击犯罪的时候发现他洗钱，那另外的这些，就像刚刚法务部就所讲的说，其他的这些你要去证明他是犯罪所得有困难，但是你从这些的事实去觉得他应该是，可是我这里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说你如何认为说他是一个所谓的其他的是违法所得。今天说实在的啦，今天这个所有的这些的组织犯罪的话，他一定都有各种的这种企业体，对不对？他几乎已经都是这种跨国企业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是说，好，我今天他的所谓的其他的违法行为，你说好，你要证明，他说这是我另外一家我关系企业所得钱啊，那你怎么能够说是我违法所得？我们现在在担心的是说，你到时候这个法变成抓小放大。好，真正的那些你说今天开赌场的，他一定有各种的关系企业，所以今天其实他要洗钱，他已经是透过非常的已经很多层次的去处理。所以今天你说好，我今天在办这个洗钱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全部都能够证明，因为我这是某一家关系企业，有什么，他的那个组织是非常非常严密，而且他可能已经透过好几层的这种转性啊什么等等，所以你反而没有办法去证明，然后你反而是对于这些的很小咖的。
然后呢就变成是说，哎，我把你就是进去之后说，哎，我正在办洗钱，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没收。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只是说扩大没收没有问题，在洗钱这个事的确是需要，但是我们跟人权的保障这两个中间的那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不希望说一个法通过之后，结果呢，你对那个大咖的，你结果你都抓不到，然后你全部都是在抓那个最下面底层的那些的小咖的，然后把他其他的，对不对？规版扣啊嘛，光这东西犯罪所得规，刚才改抄家一样。其实我们在担心的是这个部分。好，我们不是说我要去让这些的这些大咖的，然后呢，就是去替他当门神。其实不是，我们在担心的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到时候那些他其实已经有好多的层次，也是透过非常精密的设计，那这些东西你都抓不到，结果你只能够去抓那个车手，或是车手在下面的那些的很底层的，然后呢，他的这个今天就说，哦，我抓到你这个所谓的洗钱，然后呢，给我这，哦，你家里面你有一辆车子，这个车子也是什么，全部干变成干你改抄家一样，那这个就会引起非常大的民怨，所以我们要去看的是这两个之间的平衡点，你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法条就能够真的是抓到那个国际洗钱的这些的大咖？因为我们现在规定在洗钱防治法里头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还要前提有查到他洗钱行为。那你说刚刚讲到像那如果说是企业型的这种组织型的犯罪，查到洗钱，那我就可以知道他这些企业啊一定会构成洗钱。那这个企业里头的一些组织啦，或者分公司啦，或者说他的这个子公司，一定会被我们查到是洗钱行为嘛。那所以在扩大没收的时候，他就不会是这样子，像刚刚委员提到，就是说哦，反而他可以容易脱罪。就不容易，因为是以洗钱犯罪为前提，那因为就是以洗钱犯罪为前提，那些小咖的也不容易被拉进来，他因为他不会被查到洗钱哦。刚刚像委员提到什么赃物啦、窃盗，他是必须赃物窃盗又被我们查到洗钱犯罪了，他才会，我们规定在这里，他才，哦，啊，收受犯罪所，我们还要证明他有洗钱故意哦，犯罪。刚才我们再回到刚才讨论的这个洗钱犯罪，检察官还必须证明。不，因为单纯收受就是赃物罪啊，但是我必须证明到他是有洗钱的故意，而，洗钱的故意，如果我都证明他洗钱犯罪，请你用麦克风好吗？我们第二条就已经规定，本法所称洗钱，是指下列行为之一，第三款。收受他人特定犯罪所得，或因参与特定犯罪而取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所以这样就够了嘛？只要收受就够了啊，就是洗钱了。知道刑法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赃物是收受赃物，但是洗钱是据好是洗。但是他有在类型，他在可能在类型上也，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证明到是洗钱犯罪了，嗯，主观要犯意，要有洗钱的犯意。不是，就是说在证明上必须。我用麦克风讲啦，如果依第二条的定义的话，有人窃盗100万，结果他。拿10万给我，我就拿这个10万，我去使用特定犯罪而取得、持有特定犯罪所得，我去使用，我这样在第二条的定义，我就叫做洗钱，那我就可以适用到第十八条第二项，扩大没收，我就要去证明我的其他财产来源，不然我会被检察官查扣我的财产。接下来我要去证明我的财产来源，不然就没收。逻辑上是这样，我对法条的认知应该这样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客观构成要件啊，还有主观构成要件是有洗钱的故意啦，没有，对对对，但是我是说从刑法的理论来看，它必须要是基于洗钱的故意，这是客观构成要件，那主观构成要件就是它要有洗钱的故意，对啊，那。这就是我刚讲的，那为什么不定明知呢？其实明知只能说他明知是，对啊，好，我们为了符合非 tape， 所以我们去把洗钱方，
对，我知道，这我知道，但是我在讲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去窃盗100万，他把10万元拿给我，甚至我知道他这次10万元是窃盗来的，我去拿到他这一笔钱。是他必须说，他知道说他是在洗钱，就转给他。比如说我去买一栋房子，他是在有隐匿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收受我自己。比如我收受一个赃物是一台脚踏车，我就骑脚踏车，那骑脚踏车去，他就只是收受赃物呢、欸。不好意思哈，我觉得我们再去吵这个，整个我们要颠覆第二条了。我们第二条明明去规定意图掩饰或隐匿，那是第一款，第二款掩饰或隐匿。好、哦，所以他已经把第一款是意图，第二款是掩饰或隐匿，第三款就是没有规定掩饰或隐匿，他只是收受，那就定义是洗钱。我觉得我们法条上的认知就是这样。那、啊、现在我们要去，你要去颠覆第二条。为什么要一个主观的翻译？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偷骑了委员的机车，可是客观事实是对我就是偷委员的机车，可是我是在懵的状态下。误骑，因为你的车跟我的车型很像，所以我们在证明，虽然客观事实它符合窃盗罪，可是我在主观上面我是要偷委员的车，可是我如果有相片照出来，我的车就骑在委员的旁边，车型就很像，那我茫茫的时候或是误骑了，那也不是打击错，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必须，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因为你没有主观的翻译，所以我就把它打掉，这不会构成犯罪。就把它打掉，所以我们虽然客观事实符合某一个犯罪，但是我们必须要主观犯罪上，我要实现这个犯罪存在才会构成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所以刚委员举的那个例子的话，如果我只是收受赃物的话，我你说你违法行为100万，那你交给我收，那我的明知说这就是你的那个偷来的钱，那我的明知我认知上是只是赃钱嘛，只是那个赃物嘛，那我就成立收受赃物罪而已。你交给我要看委员是不是。要洗钱那个犯意嘛，如果不是的话，那根本就不会打，就直接把主观犯意把它直接就打掉了。所以不是只有看客观行为，我们看主观犯意，他做这个行为的意思是何在？不过，就从我们的第二条跟第三条，真的会有刚刚蔡议员委员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因为在第二条里面，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所谓的是意图洗钱的这些的。主观的，我们没有那个要件，我们只有讲说本法所称洗钱指下列行为，所以这下列行为是其中之一就构成，所以现在这里会变成第三款的是，对不对？你现在是变成是下列行为之一就构成哦。那所以在这里呢，那你再把第三条套进去，我们这种诈就是窃盗啊、诈欺啊等等，那我收受他犯诈欺罪或犯这个窃盗罪的所得，我收受或持有。这就变成构成洗钱罪，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那一个漏洞在那里啦。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就是我们希望说，一个这个法当然是有它的实现性，所以必须要赶快。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当这个法通过之后，那漏洞百出，那法官在适用上、律师在适用上都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会无形中也会去侵害到人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里。好，那我们下一次再改期，我们再改一个时间，我们再继续讨论。那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中间，好，那个相关的单位也能够好再继续协商。那你们也希望说，你们既然是引用外国的立法例，还有这个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的规定，希望你们把它研究得更清楚。那把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是说，这个法条规定的是比较周延一点，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好，应该要扩大没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是说，你到时候是抓小放大，这是大家所担心的。好，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对，这三个条就是第十，对，十二条现在没有打结论嘛，对。没有结论，好，那就12条、17条、18条，我们先保留。那今天第2条、第10条，好，先通过。好，那12、17、18，我们再22、23，好，那22、23，那就我们下一次就继续讨论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那散会。